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豉油黄煎焗鸡翼。我呢条鸡中翼400克，我就已经洗干净噶啦。英国政府咧就唔鼓励咧人哋洗鸡翼嘅，你可以唔洗都得嘅。咁仲有一啲蒜头啦、姜同埋红葱头嘅。我喺英国咧食得最多咧就系鸡翼啦，因为方便啊嘛。通常咧我买完翻嚟咧都系即煮嘅，咁但系即煮咧佢唔入味嘅。咁我会俾少少盐，一周我哋会俾豉油嘅，俾生抽同埋老抽。所以盐咧我哋就俾1/4 茶匙俾个底味佢先。有时间嘅，当然你摆雪柜腌佢4小时咧会更入味。如果冇时间咧，你就咁揦完煎咧，跟住俾翻豉油咧，都好好食嘅。煎一煎呢个鸡翼，呢、这个外边呢边咧就向底。煎到金黄反转，因为啲鸡翼需要一啲时间先熟嘅，我哋转细少少个火，焗一焗佢。你焗佢嗰阵时咧，佢会有水分嘅，不过你都要留意佢会唔会窿啦。呢啲鸡翼咧就比较薄身嘅，煎焗佢4至5分钟都会熟噶啦。每边中小火，我煎焗咗佢大约2分钟到，总共系煎焗咗4分钟。嗱，见到佢咧都金黄噶啦。佢应该就未完全熟晒嘅，我哋可以俾啲葱啦、姜啦、蒜头啦。我哋再煎佢一阵，因为佢系未熟晒嘅。呢啲姜葱蒜都爆香嘅时候咧，啲鸡翼都应该熟咗噶啦。可以试一试佢嘅，咁如果你啲鸡翼全部熟晒咧，你可以俾啲豉油落去。1汤匙嘅生抽，1/2汤匙嘅老抽，1汤匙嘅绍酒。
俾咗呢个绍酒之后咧，我哋可以加啲葱落去，冚盖焗佢十秒。这个鸡翼咧，我啲汁系好好味嘅。我就好中意食呢啲姜嘅，佢连啲姜都好好味。咁我试一试先。